今天是我們視覺藝術關注組呢安排一次的新聞發佈會，主要就是要講我們出了一本書《視覺藝術視藝教育在前線22位藝術工作者的教育素描》。這本書呢我們籌備了三年的時間，終於今天就是刊登了出來，就會是正式是發佈。這本書的內容為什麼我們會做呢？其實主要就我們是收集了近20年在業界裡面的一些前線工作者，他們是對於一些藝術教育在視藝教育方面的一些看法。為什麼會有這個看法呢？主要就是因為是教改的問題。自從回歸之後，教育改革就開始在社會裡面，在我們學校裡面或者社會裡面是進行。這個計劃呢，我們希望收集到這段時間的一些學者或者一些教育工作者的心得或者看法呢，將它再發放給其他的人去知道。為什麼我們會選擇這個的視藝教育呢？主要這個是關乎是香港的殖民地教育的影響的，因為殖民地教育就將英國那套的教育的方式呢就搬過來香港去實行，其中呢在藝術方面呢是只集中在音樂和藝術那方面。即使我們香港的戲曲有這麼悠遠的歷史呢，它都沒有放在我們的正統的藝術裡面的。除此之外呢，在那個的音樂和視覺藝術裡面呢其實是同樣重要的。發展到最後，為什麼只剩視覺藝術會比較明顯一點，在個教育裡面有影響大一點呢？這個就關乎考試的方面，因為一直以來音樂方面有皇家音樂考試，所以在正統學校裡面參與那個的公開考試呢的比例是很少的，只有是視覺藝術才會有較多的人去轉修。所以我們只要看這個視覺藝術的發展呢，就會看到我們整個香港藝術教育那個的特點在哪裡。那這裡我會交回個時間給我另一位的主編，我見到一位主編，另一位主編就是陳雪兒小姐，是小說的，或者你可以再交代一下這本書的一些的內容去問。首先多謝兩位先啦。我們能夠成功咁樣出版了這本書，咁呢本書當然就好像講話22位的視藝工作者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咧就唔單止22位咁簡單嘅，我哋即係背後其實都有好多好多老師啊支持我哋嘅。咁我即係首先都要多謝一下啲人先。第一個即係首先要多謝阿兩位梁頌潤，即係主席啦而家。咁咧佢真係佢首先係發起先啦。同埋召集咗一啲嘅老師啦，咁啲嘅學者啦，咁去出呢本書。咁當然咧，那個過程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可以咁樣講嚇。咁都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見噶嘛，都有同可能唔同嘅方向咁樣。咁我哋都傾咗好一段好長嘅時間。咁啊，到最後其實係都諗住出版啦，都會仲有一啲嘅可能意見上面啊，各方面嘅一啲嘅唔同咧，就有一啲嘅阻滯。咁但係終於咧都係即係集合咗大家，即係因為都好想去出呢本書，咁終於咧都係成功咁出版咗啦。咁呢個真係都多謝兩常之外，亦都多謝我哋有個香港美術教協會，咁都好大支持我哋，咁亦都好多謝即係好多嘅老師啦、學者啦咁樣。都多謝好多唔同嘅即係工作人員啦咁樣，咁可以即係我覺得就喺呢一次出書咧，就俾我感受咧最深咧就係即係我哋原來可以同有共同一個目標咧，咁一齊咧都要就算係有咩困難咧，都可以排除萬難去即係去最終都會可以達成嘅，只要即係呢件事係有意義嘅話，咁呢本書係即係相當之有意義咧。當然嚇，咁我哋集合咗呢啲唔同嘅學者、老師嘅文章，咁可以發放去俾大家即係可能唔單止係老師啦嚇，即係唔單止係學界，咁好多即係出咗書之後，可能大家在座嘅朋友，你都可以睇到即係我哋嘅老師嘅心聲啦，亦都可以知道了解到而家即係前線嘅視藝科老師或者呢一科。係會面對到一啲咩嘅問題啦咁樣，咁我自己本身咧，其實係中學、小學我都有教過視藝科嘅，咁當然即係小學嘅問題，咁可能好多人都知，一直都即係政府唔係太過去重視呢一方面啦，咁變咗咧即係小學嘅階段啦，咁可能學生即係對於美術嘅知識啊，或者創作方面咧，都未必係打好一個好好嘅基礎啦，咁去到而家中學嘅時候，好似頭先兩位都有講啦，咁啊。課程改革之後咧，咁亦都係面對一個新嘅挑戰。
咁呢個挑戰咧，亦都係即係中學而家面對嘅問題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呢本書，我覺得就係非常之有意義嘅，咁可以大家作為一個參考，亦都係希望係以後我哋可以繼續再出一啲嘅論壇集咁樣啦，係啦，咁我就差唔多啦，咁啊，好，唔該曬。跟住交時間交俾阿國棟，陳國棟先生咧係我哋其中二位裏面其中一位好重要嘅作家之一嚟嘅。咁佢本身係一個老師啦，佢都經歷嗰段時間嘅教改，唔同嘅起伏啦，由考試正式公開試考試前到考試後嘅改變，佢都係做咗好多方面嘅研究同埋一個嘅數據嘅分析嘅。咁我時間交俾阿國棟。好，各位好，咁咧就我係而家係一條龍嘅總科主任，咁咧喺我嘅教學生涯裏面咧，我係小一至到中六咧都教過曬，咁亦都有幸咧喺呢個即係階段咧，亦都有涉獵到少少，即係喺教育大學裏面做下節講師啦，咁亦都接觸不少即係畫室啊，或者一啲即係非學校團體嘅教學啦，咁所以咧對於整個藝術教育生態咧，咁都有一定嘅理解度。咁就我哋而家我自己嘅文章咧，俾個核心咧，就係去分析新高中嘅一啲嘅議題啦。咁我哋就舉三個觀點，咁就等大家咧即可以理解得到咧，就係而家即係藝術教育嘅生態嘅一啲嘅特色啦。應該係即係而家呢刻我唔肯定係咪即係兆基學院嘅校監啊黃英琪女士咧。曾經指出咧，就係喺藝術科咧，喺舊制嘅時候咧，已經係一種冷門嘅科目。但係咧，而家喺新制嘅時候咧，佢嘅形容咧就係冷門中嘅冷門啊。咁即係其實我哋一般就覺得，改革就應該令到藝術教育嘅生態會更理想，但好似冇出現到。咁第二個一個觀點咧，就係咧喺《星島日報》寫出嚟嘅。咁咧就係話。話見過一啲好有興趣、好有天分嘅學生，就因為考試，咁一個考試嘅原因就係難攞高分，就放棄咗藝術，就覺得即係啲制度好殘酷。你點解轉咗制度？有興趣學生最後會 drop 科嘅咧？呢個又係一個咧係我哋探討嘅好重要嘅問題。最後咧就係從我嘅校長嘅口中得知嘅，即係喺直資嘅校長嘅一啲嘅活動裏面咧，有啲直資校長咧就話：而家喺直資學校裏面嘅藝術教育嘅生態好，即係藝術好難搞喎。但我校長就即係好開心咁同佢講：唔係喎，我哋學校搞得唔錯喎。咁當然即係感謝校長咁表達啦，即係證明我哋學校都好努力，帶出一啲成果，學生仍然都有一個樂意度。但我相信唔止係直資學校，非直資學校都有呢一個難題。咁所以咧。從呢三個不同人物帶出嚟嘅一啲嘅視野，就望見就係好似藝術教育生態係出現有啲問題。咁咧就我自己寫咗兩篇文章咧，一篇就喺2013年寫嘅，一篇就係2015年嘅。咁我諗我就唔能夠好詳細咁樣去講，但係咧我就挑出咗咧2013年同2015年咧，我就嘗試做一個好簡單嘅比較咧，我就發現咧喺2015年咧，我就有一啲觀點咧就係。提出新的觀點咧，去望見我哋藝術教育生態嘅問題，就係咧，我哋發覺咧就評分嘅方式咧，令到咧學生嘅創作公式化，減少咗創意。第二個咧就係咧，我哋望見咧獲取5分或以上，即係等於以往嘅 A grade 嘅水平咧，或者 B grade A grade 嘅水平咧，你比以往係難攞得到，同埋我哋覺得個數據咧係唔好合比例嘅。咁我哋咧，所以咧就作出一啲嘅思考。我想咧就喺呢兩點度咧作出一啲思考。我哋講教育改革咧，就唔係淨係講學生學成點，學生表現如何咁簡單。這個都係重要嘅。最重要咧就係咧，我哋要檢討咧就係整個嘅考評制度佢嘅改革有冇達到佢預期能夠期望嘅目標。即係話，我哋唔係淨係講教師點改善去教學，學生點認真再學，而係整個嘅考評制度本身佢嘅改革之後，同佢原定嘅目標有冇相關？咁咧，所以咧，我哋會望見發覺好似同佢期望嘅有啲唔對應。咁啦，我引用翻咧阿梁崇仁嗰篇文章，佢有一篇文章咧就係新高中
學制啟動後的藝術教育，即是什麼是我們的教育目標呢？其實我們的教育目標很清晰的，就是我們接下來將會有很多展覽的西九的藝術發展，我們當然是整個的小學、中學、大學的藝術教育生態是必須要去配合栽培到適合的創意，我們叫做創意新貴，或者叫做創意的人才。但是呢，如果當我們就兩常發現到一件事，就是咦，個環境越來越成熟，但是你發覺呢，就是中學、幼稚園甚至小學它都沒有一個相應的措施配套到這個的香港的發展，那我們就望一件藝術教育的體系仍然存在問題。那我們嘗試呢，試下在那個藝術的公式化上去著墨一點，我沒有辦法將所有的觀點去表達。但是呢，為什麼我會帶出這個觀點呢？就是我們剛才說嘛，要訓練創意的人才嘛，但是為什麼學生的創作，很多不同的持份者或者學者都有講到這個觀點，就是學生的創作呈現了公式化呢？這樣那我那個簡單的發現就是這樣的，評分的方式、考評制度的轉變，咦，學生在文憑試 的制度之下不容易拿得高分，當然也都牽涉到評分的方式令到那個取分的可能性也都減低，所以呢，學生呢，第一去依循回呢評分的方式呢進行呢，就是按本子辦事的創作。第二，同學、老師摸極都摸不到高分的可能，他反而不夠膽亂試，越吹保守。這個呢，就是我們很簡單觀察的發現。我們如果按著一個圖表呢，就看得到呢，就是呢2012、2013、2014、2015年這四年獲取了五星星的分數的人數只有 0.6% 至 0.7%， 穩定了在 0.6% 至 0.7%， 意思呢，大概是一整個的學生呢，即全部的考生呢，有大約24個人拿到五星星，那個數量是極之少的。那五星的呢，就是大概是停留在 2.5% 至 2.7%，都是極之少的。而五分即意味著就是以往大概是 A grade 是吧？ A grade 以前 A grade 是就是大概是去到 6.3% 至 6.7%， 都是很小很小的比例。我以前曾經在新聞上 發表過，就是我們除了以1000人考生以上的科目做一個比較，我們是差不多近乎是頭幾名是最難拿高分的科目，譬如說拜安那些拿五分的可以有10%多，所以你看見個比例是很有差別的。所以呢，我們看得見呢，咦，為什麼我們有些比較學術一點的視眼，就是他們期望就是讓到學生付出的努力就能夠拿到成果，我們叫做現在變成水平參照，以往就叫做 line curve，即是說 Light Curve 呢，就會有一個限制了學生能夠拿到 A、B grade 的一個人數，因為我們要 Light Curve 得到那個比例可以，但是現在他們的概念就是說期望他努力達到那些指標是不限人數，但是他違反了他們自己的那個指令，甚至乎他定能夠拿得高分的比以前 Light Curve 的更難拿得到。咁呢個就令到老師就係無從稽考，就係佢哋點教先可以攞得到合適嘅分數。而你要明白，除咗學生嘅創意之外，學校嘅生態就係學生攞到一個公平嘅分數嗰、那個科目先可以喺學校持續發展。如果唔係就有殺科嘅危機。咁所以佢哋就係好進退失據，就好困難。咁所以咧，我哋望得見咧，就係呢兩者原來嗰個關係係好微妙。就是學生的創意不夠膽發揮，因為 他再怕就是隨便地亂創作是更加不容易拿得高分，這個是我們會很擔心的事情。最後他們就會發現他們出現一個應試式的考試重新會再出現，以往都是應試式的態度，現在新改革他們期望不是應試式的態度，但最後都是應試式的態度。
所以我哋望得見呢、這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我哋即係去提出，我哋要改革啲乜嘢咧？就係、是、以制度為本啦，以人為本咧，即係學生嘅創意為本啦，定係以創意人才培訓為本咧？咁我哋會相信咧，後兩者都重要，反而唔係以制度做核心。而家佢嘅制度就限制咗整個藝術教育生態好活潑嘅發生。所以咧，2012年台灣舉行咗一個叫做全球化人力資本高峰會，佢就提出咗兩個 point， 就係如何避免扼殺創意事件嘅發生。佢要好關心呢件事。第二就係了解如何創造更有創意的人力，即係人哋如果用一個整個國家嘅即係人力資人力嘅培養同埋咧增強國力嘅一個角度，係唔會純粹咁狹窄用制度限制咗培養創作力呢一個可能性。所以咧，我哋望見咧好大嘅悲哀咧，就係咧而家係望見呢個問題。咁我第二篇文章咧，係最主要咧就係咧去提醒所有嘅持份者。持份者呢一刻，老師係感覺到係失望無助嘅，亦都咧係佢係亦都係香港一個即係好似而家韓國出現咗一啲嘅社會議題，都係講緊有一啲儒家嘅文化就係順服嘅問題。我哋唔係我哋要一個即係用一個理性，用一個合理分析去順服不同嘅事情。但是如果我們是習慣了有好像很儒家的思想，就是很大部分的東西都是順服，但是我們去習慣了是叫做被動去接受一些不合理的事情，那我們但是我們不是要有什麼很大的改變，就是我們要衝擊，不是 要有一個無理的衝擊，我們要重新喚起了持份者呢，要做一個呢就是夠膽去給意見的一 一個角色，因為他是有權去做的。我們去鼓勵呢，就是呢老師應該呢在任何的即考評局或者教育局的檢討會啦，或者呢一些年中的檢討的文件當中呢，去勇敢呢去發表意見，因為呢能夠改革的可能性原來就是只要夠多老師願意反映意見，他們就必須要聽的。咁呢個咧係我好清晰嘅喺第二篇文章嘅觀點，千祈唔好被蒙蔽。我再講一個 point， 呢個 point 我都係必定要好清楚講嘅，就係、是、以前有老師，我以前我嘅高中嘅老師兩年前聽咗個 talk， 最近嘅老師聽咗教考評局嗰啲 talk， 佢都覺得，咦，佢哋展現出嚟一啲嘅考試文憑試作品嘅範例，咦，發覺都不是畫得很好的喎，咦，他們都給得幾高分的，他們營造一個印象呢，就是咦，其實都給得很鬆的喎，沒問題的喎，不是很難攞的喎，但不是，我想老師是實在被蒙蔽，就是年年都是這樣的印象的老師，然後他就會在那一刻就覺得咦，沒問題喎，你們給得很鬆，但不好意思，在那個數據告訴你是很緊的，他選擇定地選了一些作品去製造一個錯誤的印象，讓到老師那刻去有一個很激烈的反應，但事實上是給得很緊的，事實上是給得很緊的，而限制了攞分的數量，而這個就是他們我覺得是不公義的一些的手法，讓到老師不懂得去有一個很合理的 反應。所以我最後我有只有兩個很簡單兩個觀點，就是呢最後考評局評分給予 學生考生比分的方式是沒有尊重水平參照的精神的，所以呢學生五分或以上的成績呢是個比例是不恰當的，所以呢我是很強烈要求呢是一定要在這個評分的制度上呢要檢討的。第二呢就是呢因著考評局評分的方式，我們懷疑它不能夠容讓太多元性或者叫做創意性的表達，而影響因著他們會懷疑因著表達創意的手法是會影響分數，而考評局應該要以剛才我那兩個觀點，就是培養人以人為本和以創意人才的培養為本，就是要很清楚告訴他們評分的彈性
同埋嗰個可接受性應該唔能夠狹窄嘅，因為我哋喺無論喺文憑試、公開考試觀察到學生畫嘅畫係有陣時傾向保守嘅，亦都有一啲嘅 SBA 嘅創作喺大學嘅角度，佢覺得佢哋係公式化。咁呢啲嘅聲音都話俾我哋聽，唔係學生嘅問題，唔係老師嘅問題，而佢哋唔敢放膽去做，因為佢怕影響分數，所以佢哋必須要收一個清楚嘅信息，係容讓咁有創意性嘅展現係一樣取到分數嘅，咁先可以咧配合到咧整個香港教育嘅創意生態嘅發展嘅。咁我今日嘅分享喺呢度。好，唔該啊，郭董。正睇個作者都咁精彩咧，如果22個嘅話，你話會點樣咧？即係其實呢本書係值得推介嘅。咁另一樣嘢，我想再補充少少嘅就係呢本書咧，就總共有25篇嘅文章，裡面咧就由22位嘅作家去編寫。最早嗰位咧係由1998年係發文出嚟去收集到嘅，時間真係有成18年。咁所以變咗我哋由最早嗰批嘅前線觀察者，到而家咧，其實都經歷好似老中青三代嘅藝術工作者、教工作者咁樣嘅。咁所以我哋除咗係對一啲嘅前輩推崇，當作係一個嘅表揚啦，我哋再去拎翻篇文出嚟俾大家去回味同埋欣賞佢個著作。另一方面咧，亦都希望係提携一啲嘅新進嘅藝術工作者。嗰啲嘅教育工作者咧，係包含咗一啲新畢業嘅一啲嘅學生啦，而家就做咗老師啦。咁亦都係有一個機會咧，係將佢嘅一啲嘅學生在學做教師學生嘅時候研究嘅啲心得咧，亦都可以發表出嚟。我哋嘅意思其實希望可以係承先啟後，希望鼓勵佢哋去持續去對於呢個業界係發亮啦，希望係講佢哋嘅嘢啦，可以持續去寫作啦。咁我哋都希望有一種嘅秉承住呢一個嘅薪火相傳咁嘅效應，教改雖然已經完咗，但係咧我哋發覺我哋要一科或者呢個藝術教育要改嘅地方咧，仍然仲有好多地方係需要修正同埋要進步嘅。咁所以我哋希望日後仲有機會咧係再出唔同嘅文集，咁唔係停咗落嚟嘅，呢個係需要大家係共同去努力。咁有冇補充少少？好啦，咁我哋嘅發佈會就到此為止啦。多謝各位。咁呢本書咧就會係免費派發嘅，係啦。咁如果需要查詢嘅，可以向翻美術教育協會嗰邊去查詢點樣去索取嗰本書。